欢迎易烊千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千玺，你是什么小哥哥？披肩哥哥。我是休闲哥哥。弟控哥哥。什么？弟控控弟控弟弟，他有个弟弟，他就是弟弟控弟控。弟弟控。那我问一下千玺，你有拒绝过弟弟的什么要求吗？就是让他踩我的床，穿着鞋。穿鞋踩床不可以。只要我离开家，然后我妈就会拍那个视频，我弟弟就是穿着鞋踩我床的视频。然后请问用什么态度表现你不高兴了？对于弟弟来说，我弟弟惹不得的，我跟他不高兴，他就自己到那个角落蹲着，他就生气了。蹲角落呀？从小也是被教做人嘞。蹲角落就是。从小就自个儿抽自个儿大嘴巴，对不起。千玺，你自己一个人出来上大本营，这是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感觉啊，就是更轻松一些了。长大了啊。很轻松了、很轻松、不轻松啊，要教大老师怎么做人呢、很轻松、责任重大、既然这么轻松、我把你披肩放下来吧。